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耳。刚刚去逛全联，发现一个很神秘的东西，它的蛮煞的，我觉得，因为它叫煞口泡，在这边，那有多煞呢？煞气诶，口泡咖啡，在口中冲泡。用口水泡吗？你现在有口水吗？我有点干哦。喝个水。它是拿铁咖啡口味，整片口含，请勿撕开。它到底长怎么样？就是人家我们一般去看那种咖啡厅啊，他们不是拿那个手冲壶在那边冲，然后这可能就呸呸。什么啦？口泡。好恶啊！可是好像意思就是那样。然后用口水萃取。然后下面呢？我吐了。把它打开了。它长得就像那个一般我们吃口香糖那种包装一样，还有一个加链袋。好奇哦，哎，好好贴心哦。哎，还蛮香的，有拿铁的味道。对，有拿铁，有奶，对，有奶，还有奶味。哦，长这样小小的。它里面是什么东西啊？我要学那个美妆布洛克。大家好，我是你们最爱的美妆博主 Erica， 这是我们的工具煞口泡。它热量还蛮低的啦，每片不超过七大卡。哎，但它没有写它咖啡因多少，然后它没有写。那这样会有提神的效果吗？不知道哎。好了，我拿你手拿过的，你手不要浪费吗？他说外包装是不要撕开，不能撕开哦，要整片这样。不要撕开。好，三二一。有点苦味，咖啡的苦味先出来。我现在还没有，什么都没有味道。嘴巴不够湿。好，我喝个水。就是我喜欢偏苦的咖啡的话，它是偏苦的，有奶味了，偏有奶味了。为什么那么快啊？就嘴巴很湿。跟干嘛？嘴巴很湿啊。喝水啊。不太喝水。我跟你讲，你要这样，你要放进去，真的这样，吸它。哦，有哎，好有效哦。要吸，因为它没有咖啡因，都是的。但我觉得我好像有那种提神的感觉。刚瞬间有一个，你要刚刚吸的时候，瞬间都冲上来。是咖啡因还是因为吸？我不知道哎。即溶咖啡的感觉啊。对对对，它喝起来像即溶咖啡。喝起来。但是吃起来还是喝起来啊？不知道，看人定义，见仁见智。被它的汁绊住，它绊住我的舌头。我不要撕开啊！它撕开会怎么样？撕开爆干嘛？我一直很好奇它里面，我很好奇里面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。要撕开的哦，很难。我觉得我口中那个纸要破掉了。不要一直弄它，你的舌头，你的舌头可以安分一点吗？好像是怎么，你知道吗？你要含那个咖啡的时候，因为你需要用你的上下颚去顶它。然后我讲话的时候，那个纸会被我上颚拉起来，会粘住。它呈现一个中空的状态。我现在讲到大舌头，我把它撕开，我要撕多久？哎，我不能这样直接吃，好吧？呸！人家说不要撕开包装纸，我偏要撕开，怎样？撕开长这样哦。要不然他叫你不能撕开，是有原因的。这样比较好吃，味道比较重，味道一样，可是都没有那么汁的感觉。含多久啊？应该五分钟了吧？还是有味道，有一种二冲的感觉。可是我觉得这蛮方便的啊，尤其如果你走在路上，然后忽然觉得哦，好想喝杯咖啡哦，可是我又没有时间去跟人家冲好一杯咖啡的话，我知道因为现在台湾买咖啡很方便，所以好像没有这个问题。但如果我没有那个美国时间等你弄咖啡的话，你就一个一包点进去。我不知道为什么包装纸不要喝开，为什么？它好渣。等一下，我去。好恶哦！啊！哎呀！来，我的舌头上。咖啡渣，所以真的不能撕开啊！要把它喝起来，味道现在就没了，六七分钟差不多。我含完了就很像，好恶心哦！为什么谁想知道？你刚吐这东西出来，谁会想知道？我觉得不难吃哎，怎么办？对啊，其实我也觉得不难吃哎。可是我觉得那个纸可以改良一下，应该是那个滤纸跟那个里面的那个东东，可能要再更紧密一点。我舌头染色。没有，我有吗？没有，哎，没有哎，为什么？因为喝水了。可是我刚没有喝过。它又没有色素，怎么会染色？我觉得应该有咖啡，因为我刚刚真的有点提神。但是我要做一个很残酷的事情，拿它跟真的咖啡比较。刚刚这咖啡厅的老板其实有做一个很漂亮的爱心，但他现在已经变这样子了。宝宝们，宝宝们看到吗？宝宝们，不要拍到我。我觉得他一定比较厉害啊，这样不公平啦。但是可以讲他的差别。总有喝咖啡的感觉吗？刚刚这可能就是来闹的，怎么突然有一种？这才是拿铁，还是有差，有差差很多，还是有差。他们拿铁好好喝哦，而且老板好好，还借我们场地。而且他说不用付钱，开玩笑的啦，没有这件事。这包多少钱呢？28块。刚刚吃了一包，我又吃了一包，现在还剩几包？来，手收，手收来，十二片。
还有你刚刚才三片，平均一片两块多，一杯咖啡两块多，其实 OK 啦，一口啦，一口咖啡，一口咖啡。以前小时候吃过一个那种咖啡卡，对，黑色的包装，像那个，很像那个味道，然后多了绿植。如果你们也想要试试看这煞口泡咖啡的话，我们刚刚是在全联的糖果区。非常重要是要说才是糖果区找到了这个东西，其实我一直讲两次糖果区，帮你补第三次，你们要稍微用心找一下，它有点白，它可能被埋没在各种花样的糖果里面，对，而且不是每一家都有、uh-huh、那如果想要看更多的开箱影片的话，记得锁定我们的频道哦，记得要留言按赞追踪分享，我们的留言都会看哦，没错，我们都会回复哦、嗯、拜拜拜拜。